现在我们到的是谢维洲哈，谢维洲他现在要去拜票了哈，谢维洲要去拜票了哦，因为选情已经剩下三天而已哈，大家都激烈的在那个选战的当中哈，都很累，我们祝他高票当选哈。谢维洲，谢维洲九号，姚文智三号，谢维洲现在苦战当中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帮他加油打气，帮他拉票。Peter， 拜托你们喽！士林区、北投区最有活力的谢维洲，谢谢各位网友。哟，谢维洲，好，拜托拜托，开拍谁哦？赶紧交上。谢谢。我在这边等你呗。早来。谢维洲动算，谢维洲动算，谢维洲动算。动算。谢维洲动算。啊，谢维洲动算，哎。大家都爱甲支持呢，吼，吼。我在上海要支持。我们少年的还有机会啦，吼，哦，对吧，吼，哦。吹了，哈。我跟你讲啊，要再多拿票，要再多拿票，谢谢店长，拜托拜托。哦哈，谢谢哦。有机会呢，啊，你看，哎呀，咱这头家大力的帮忙，对吧？那是对面俩，嘿呀。有什么代志好不找得到啊，对吧？哈，谢维洲高雄。好，这件衫要拜托一下，谢谢哦。哎，我来继续服务啦，哈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哦，感谢哈。